Hello， 大家好吗？这里是樊教授的燕燕。今天我是位于 Melissa 的一个新的 community， 它是位于 Melissa， 学分是8分9分9分。这套房子的优势就是它是个全新房，1980尺，然后价格是在30多万左右。那么它是一个新的 community， 有些是你可以 DIY。 那么对于一个购房者来说，买新房的优势就是在于你可以 DIY， 然后它的日耗很低，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 lot。 Melissa 的缺点就是它是一个现在正在施工的一个社区，所以它周围的环境都相对比较杂乱，但是好的是它的价格比较有优势。如果这套房子是在 Frisco， 它的价格会在45万以上，如果它是位于达拉斯，那就更不用说了，它的价格大概会70-80万这种新房。那么这里的区位优势是它离121非常的近，但凡它离高速路近，哪怕你在 Dallas Downtown 工作，车程也就是大概在30分钟左右。今天就来带大家来到德州达拉斯 Melissa 的一套新房。然后这个建商呢，它是有30年的历史，同时的话它的整个样板房是非常的有品位。大家可以看到它北欧的简欧风格，再加上了它有黑色的，它有这种颜色的违和感，既酷又闲又可以甜的一种风格。它有北欧风，同时呢它的后边大家看到的这个厨房，它后边的贴砖它是它的 standard， 所以它相对来说它的整个风格搭配是比较协调的，也不需要你去操心。它的整个在 designer center 它有3个 packing， 你可以选择厨房是黑色、灰色、白色的整个墙，所以说买新房是非常的好玩，因为它更有 DIY 的空间，更代表了你的性格。燕燕一直说过，一个家，看到一个家它是否干净，看到一个家它是否有品味，就代表了它的这个主人。每个主人在这个家中是在 telling your story， 告诉别人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套房子从它的格局上来说，燕子是觉得非常的好，但它缺点就是它周围都在建。那么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吧。大家看到这个厨房是有很多地方可圈可点的，首先是它的这个高度，燕子并不高啊，它的微波炉和它的 oven 的高度跟我的高度差不多持平，这样对我们亚裔人来说是非常的友好的。燕子是个小矮个，155的身高，所以的话其实它抬东西拿出来，这样的设计是非常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使用习惯和亚洲人的这个身材高度的。那么大家再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它的 countertop 是用白色的 countertop， 然后呢它这里给了你一个缓冲的空间，就是当你去在这里去热饭或者做饭的时候呢，你把菜放在这儿，放到微波炉，它整个流程是气场比较顺。那么大家再看到它的整个的抽油烟机它是已经搭配了，也是我们华人必备。那么大家再看它的这个柜子，它当然这个是为了省钱啊，一般它还是要有一个扶手的，没有扶手呢它更简洁更工业风，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不容易打开它，比较容易手滑。但是呢大家看到它的这个后面的墙砖，它的做工是很精致，同时的话它的贴工很费钱，因为它用的全部是这种小块的砖，所以它贴工比较费钱。当然这个砖它是 standard 的，它是含在了里边的。那么这个厨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厨房，如果我再有一个家，我可能会用黑色撞 brown 或者撞 white， 就是一定要有黑色，觉得比较个性。但是如果说你对它的这个kitchen 的这个黑色觉得它黑色比较重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灰色或者是白色，这几个颜色都是可以供选择的。这里是入门处，左右两边各有房间，共用一个走道，这样就节省了空间。进门的左手边是孩子的 game room， 如果您是有娃一族，那么这个设计就非常的适合您。当您有孩子举行一个 play date 的时候，客人和其他的孩子不需要进到客厅，而是在进门左边直接就可以放马的玩，这样也契合孩子的兴奋感。穿过走廊就看到了客厅、餐厅、厨房的三屋一连的开放式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边你更有了很多可以想象可以把玩的
空间尺寸，可以在做饭的时候看电视，同时可以跟朋友一起聊天，这样就增加了整个开放空间的娱乐性。同时的话，整个厨房离餐厅非常的近，爱做饭的我就非常的适合，当我做好饭就直接端到饭桌，在大冬天菜饭也不容易冷。再看到它的整个餐厅设计是一个接近于正方形的，所以采用的是圆桌，这里就非常适合亚洲人、中国人的用餐习惯，加持了它的家具配选，那真是燕燕爱了爱了，这套家具真香。再来看看它的主卧，依然是大窗围绕，主卧放了 king size 的床，依然可以在窗子边放一个独处的角落的边桌和边椅，在1000多尺的户型当中就非常的奢侈了。这个是没有带来任何惊喜的方正的卫生间。这个是4个卧室其中的另外一个次卧，放的是 king size 的床，特别适合老人住，同时配上了豪华双开门。这个是书房，可以容纳2个人同时办公或者2个孩子同时学习，配合吸铁式的墙立柜，在窗边放有聊天椅，可以供聊天、八卦、看书。在1940尺的小平层里一应俱全。樊教授的户型反复巴拉巴拉就到这里，欢迎添加微信，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9176908055电话号码。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户型设计、更详细的产品搭配、更详细的装修风格搭配和更详细的价格区间，那么燕燕在这里等你。谢谢你 coming by， 记得一键3连哦，下次见。